Hello， 现在呢是晚上的9:45，然后我跟我的家人开车，然后坐船到了小时候经常会回南宁宾阳，就是广西这边，然后过那个春节，有的时候回老家，有的时候回外婆家。然后因为外婆家是很小的时候回来过，然后隔了有好多年了没回来了，这次呢跟家里人一起回来，给你们看一下。现在刚刚到酒店，前面呢先是跟亲戚们一起吃了顿饭，让你们看一下。然后现在我突然发现我们住的酒店楼下有一条非常长的一个夜市，太久没有逛夜市了，我就很兴奋，给你们看一下。给你们看一下这条长长的街没有？超级长，好长。现在呢，我就要跟我的弟弟还有我的妈妈去这个夜市这里走一走。哦，开心！好，外面放着鞭炮，因为今天是大年三十儿，就会有很多鞭炮的声音。那我现在就要出发去逛逛夜市了，一会儿见。哦，还有套圈的，小时候玩过这个。有啊。有套中过吗？有啊，套中一个奥特曼。5块钱10个圈。好玩吗？你想玩就玩啊。玩一下。玩一下吧。它还会亮。小时候的回忆，小时候最爱玩的就是这个。以为是这个吗？并不是，是这个。小时候经常买这个台球和这个，然后自己下节奏。真的好多东西，好长一条啊，走了好久。天哪，我还看到了一个托尼剪发，天哪。15块钱剪一次，好心动！哇哦，什么发型都有！哇哦，没有过硬技术，不敢闯荡江湖！哇哦，好招牌，这个摇。现在已经换上了睡衣，因为我跟我弟逛完了以后实在是太困了，然后就说今天因为起得太早了，然后又是赶那个船，要坐那个船，然后呢还要自己开车过来，所以今天到后面我们走回来的时候已经困得不行了，所以说先赶紧回来睡觉。今天是一个很愉快的一天，还要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，晚安，真的要睡觉。